5秒钟制造一个塑胶袋。第二个5，平均只用了5分钟。不以为意的生活习惯却是地球最重的负荷，简单的口诀做好资源分类就能够为大地之母减轻负担。蓝雅国中世界地球日活动举办环保教育展，除了讲座还有闯关活动，学生爱玩，校长也一路参与到底。台北市副市长特地来致赠感谢状，环保观念走入校园，受益的会是未来世代的子子孙孙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家博台北报道。